爸妈，可不可以先停下手边的事，听我说。我昨天没有去补习，跟我出去惹上了一些麻烦。其实我也不想骗你们。多久没跟您的孩子近距离谈心了呢？其实他们心里还有好多的话要告诉你哦。用心倾听，付出关怀，亲子零距离，青少年零犯罪。